你不是爱家，你是谁？我只是个路过的偶像，世界的破坏者。这份礼物要心怀感激的收下哦。该不会是假的凤凰三吧？变身，我将效忠于你。隐藏着乐土力量的钥匙啊，在我面前显示真正的力量，跟你定下约定的艾莉西亚命令你，封印解除。璀璨光芒，照耀大地。
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天选之剑长，你来了。也许你来的不是时候。你好像有不少问题想问我呢，别心急。